按条算嘛，放多少条茶柱就行了。这边这不是接上水了吗？现在喷水的，时间暂时在20秒，你放鱼吧。好了，放鱼就可以了，放鱼盖住盖子就可以了。放多久？这个水无所谓，它直接放，是吧？它直接放就行了，直接放就行了，管它。对，你放，你放。15条吧。15条，你先盖住盖子，我跟你说怎么操作。这盖住以后，你先按一下这个，先急停一下，这家是在这。先这个，先出鱼键，先反转一下，这个是反转。出鱼键，完了以后再按这个。先按出鱼键，反转一下。先把门进来。啊。都是比如呀，他不是，他现在先调了个20秒，跟你那个调的一样，嗯。鳞片怎么样？看看鱼干净不干净？把这个鱼拿出来，你看一下这个鳞片干净不干净？完了，看看鱼有没有损伤？你看一下这个鳞还可以是吧？这个鳞还可以是吧？鱼有没有坏？鱼有没有坏？没有。鱼有没有坏？这个还可以，是吧？没坏吧？20秒就可以了，是吧？可以了，是吧？行，那你就放鱼，完了拿一个筐放这里，把这个盖子放住，放下来，把这个打开。好，不用，你放这里。好了，按这个出鱼键。好了，你就可以了，里面没有了吧？里面把那个鱼拿出来。好，里面没有了，打入盖子。好，下一次工作还是这种流程就可以了，好吗？